小泉野妈妈发长文向明道道歉，我无意发出的视频招致大家黑明道，自己晒出视频只是想展现孩子日常外不一样的经历，发出后才意识到自己用词不当，让观众开始过度评论，那些不了解的人热议不断，主要是我过错引起，明道对不起，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过失。前几天这位小泉野妈妈晒出拍摄视频，指责明道拍摄时对孩子没耐心发脾气，明道通过经纪人回应说，当时小朋友配合度实在不太理想。